美田路近一個大圍的東鐵站對出。現在這個示威者呢就拆緊一些路邊的欄杆，準備製作一些路障。他們在外面封緊路啊，你過來幫忙啦。看到也有車是路緊車，就要轉右離開這個美田路了。都看到一些示威者已經是搬緊路障，障礙物啊，咁佢哋就搬緊障礙物。咁啊，今晚咧係冇任何嘅祈福活動嘅，可能就要等到一個盂蘭節正日啊先有。美田路的路面，啱啱我哋喺天橋的位置啦。咁啊，而家佢哋咧都係搬緊路障啊。咁啊，而旁邊嘅一啲嘅商店啊，一啲嘅地產鋪咧就未落閘嘅。啊，而呢邊就我哋啱啱見到啦，就搬緊啲障礙物嘅地方啦。其實今天原本就有這個大埔及黃大仙的遊行，黃大仙就在昨天就說取消了，所以我們就去了大埔的。今天大埔的遊行就完成了他們的遊行路線之後，就有人就佔領了這個南運路和太和路樣的，但是呢現場的示威者就說要轉場，就分別就有去呢一個大圍啊，同埋沙田啊，係啊，呢度咧就拆緊路障。咁啊，我哋而家咧係跟隨一啲本身喺大圍嘅一啲嘅示威者咧，就轉場嚟到呢個大圍美田路。看到其實現在的車輛就轉右，要離開這個美田路的範圍
嘅一啲嘅街市啊、商店咧，就特別係味道雜味山嘅。哇！跟住啲啊年輕人啊，幫婆婆收貨，啊，即係幫婆婆執嘢。啊，呢邊咧就係整緊路障啦，就已經喺一個大圍街市對出梅田路啊，就阻擋咗車輛嘅進入。但見到啲車嚟到都要掉頭離開。或者開路俾佢哋通過一條路啊，咁啊，結果咧咁啊，佢嘅一名男性嘅同行人啦，就兜行人路就上咗，就電單車就兜行人路上，咁啊都通過咗呢個路障啦。咁我而家嘅一啲嘅示威者咧，就嘗試將佢哋嘅防線就推前少少，咁啊。近一個大圍街市同埋一個積輝街的位置，咁啊，現場嘅見到嘅一啲嘅示威者咧，其實咧就係喺啱啱嘅一個大埔遊行啊，咁啊轉場。暫時咧就未見到有警車嘅，咁呢度就係美田路近呢個大圍街市。咁啊，睇嚟呢一個嘅佔路嘅一個嘅行為啦，就引起咗一啲嘅市民不滿啦。
就掉支水落嚟，喺橋上掉支水落嚟。冇認錯，唔該。回旋處啊，就已經啊冇車再可以駛入嚟啦。咁呢度就係俗稱啊八爪魚嘅呢一個沙田近大圍站嘅一個回旋處。示威者咧就啱啱咧就係同我哋一齊啦，就搭地鐵啦，喺呢一個大埔過嚟嘅。八爪魚的呢個天橋嘅呢個地理位置啦，咁啊有唔少嘅市民啊就會喺天橋上面影相啦，咁啊有啲嘅示威者就想保護大家噶嘛，就唔允許啦，就影相，唔允許呢啲市民就影相啦，就唔希望就成為呢個證據啊，俾。被人控告一個暴動啦，咁啊，對比起前上個禮拜嘅一啲嘅唔俾影相嘅一啲嘅言論啦，咁啊，今日係溫和咗好多嘅，咁啊，
見到其實而家嘅示威者咧就坐咗喺呢一個迴旋處嘅路邊就休息嘅。咁啊，明知佢哋下一步嘅行動係點樣？
個沙田區議會的這個建築就被人噴上了這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字樣了。現在看到的在場在八爪魚底的這些示威者現在就是離開這個八爪魚啊，咁啊，啱啱咧就聽到啦，就有部分嘅示威者就決定咗咧，就要轉場啦。咁啊，似乎係要去呢一個紅隧。咁啊，而家咧，大家咧就係向翻呢一個大圍嘅地鐵站行過去。見到咧一個要去快閃紅隧嘅消息一出咧，咁啊現場喺八爪魚嘅一啲嘅示威者就已經走得七七八八啦。好啊，唔該曬啊，唔該曬。啊，而家嘅一啲嘅示威者就已經係走咗一部分啦。向呢一個大圍嘅地鐵站嘅方向行。之後就不顧而去啊！咁啊，而家嘅呢個嘅 hit and run 咯，就俾一啲嘅示威者用嚟就係解見到警察就走，或者係完成佢哋嘅任務咧就走。
市場嚟㗎，儘量都唔好。喂，斬我做咩？因為保護。你放心，我都係其中。三警署二十架警車，我冇聽錯就係。發現其實是救護車，咁啊有啲嘅示威者重新企翻喺八爪魚嘅下低。喂，上面係救護車嚟㗎，唔係警車嚟㗎，救護車啊！咁啊，而家嘅一啲嘅示威者咧就清理翻啲嘅路障燈俾。救护车可以通过。我哋而家就清理紧啲嘅路障嘅，咁佢哋本身咧就铺咗啲石仔喺路面啊，咁啊等啲车辆就无法通过啦。咁啊，因为而家有救护车就需要通过呢一个美田路附近呢个其中一个八爪鱼嘅路口，咁啊，所以佢哋就要清理翻路上面嘅一啲石仔，等救护车可以通过。咁啊，咁啊，而家嘅救護車就順利咁通過咗啦。啊，行車公廟路。
全路沿住啊，就有啊，就有警車咧，就嚟到呢一個大圍站附近啦。咁啊，所以大家嘅就有啲戒備啦。咁啊，而家咧就有啲嘅小姐姐就話要去沙田啦，而家。大概的位置就是在大圍街市對出，看到就那裡已經是有些拎著長盾的防暴警察了。警察就在這個美田路和積輝街的交界就舉一黑旗啦，說將會發射催淚彈，所以很多示威者都在明城這個巴士的或者小巴啦的出入口呢入了大圍港鐵站啦。現場有不少的示威者都退了，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示威者是入緊大圍港鐵站啦，也有不少的記者和示威者都上緊裝備。相信警察有機會從剛剛提及過的美田路和積輝街交界推過來。其實明城上面都有不少街坊是出來看熱鬧，就是在一些玻璃，相信是會所或者是他們那條大堂的電梯那裡看熱鬧。所以現在媒體記者就縮了在這個大圍站，就是明城對面上緊裝備。咁見到有唔少示威者，有啲就撤退啦，有啲就去積輝街嗰邊睇下到底警察嚟未。
係啦，咁其實喺大圍運輸交匯處呢邊就已經全面被堵塞㗎，即係不論係紅梅谷路啦、車公廟路啦，同埋美田路四個方向都全部被堵塞。馬鞍山啦，跟住車公廟啦，全部都係行唔到啊！點解有味嘅？就可以行翻前少少啦，入咗先啦。我哋今日見到啦，而啱啱咧就已經放咗佢出去打啦，咁啊，啱啱呢度都聽到聲聞到味噶啦，就應該係有先放出去打。你做到你嘅任務就可以停喺你自己嘅原位，係唔需要再向前推進。並沒有在大埔的一些對峙的戰爭，一來就已經是地區來打，一來就已經推進防線。你不是做的任務，有市民在下面走過，嚇親他們。有沒有街坊可以等你們走過，嚇親他們。我剛剛看到有一名防暴警察，剛剛差點進去一個巴士站。好了，现在火车就走。
冇人啊，行得咁大冇意思噶，你望清楚，冇人啊！整一整一首加啲嘅路障点燃啦，整一路上啲火路障。咁多人喎，人哋走啊嘛，你我哋有意思系市民定边知系嗰多市民？你咁讲系冇意思，你只会吓亲咁多小朋友同埋一般家人，你同好多街坊系会搭火车翻屋企噶，你哋唔好住追问啊！拍手完成咧，就有唔少嘅小弟未離開啊！咁啊，佢哋而家咧就係叫緊黑社會。走鱼的位置啊，警方防线已经近到八爪鱼啦。咁啊，啱啱咧就警方咧就向八爪鱼嘅另一面投射咗催泪弹啦。我一路行一路射嘅催泪弹。現場的確係有社工咧，就喺度同警方對話嘅。咁啊，我哋警方似乎咧就冇理會現場嘅問題。啱啱見到咧就係又射咗出嚟彈啦。似乎警方就會上呢個八爪魚嘅天橋啦。咁啊，警方咧就從四方八面啊，就上呢個八爪魚天橋，並且製作咗噪音，每製作咗啲嘅碰撞聲啊。小姐都係已經係慢慢咁離開緊啦。咁啊，見到小姐企咗走咗七七八八啦，呢個八爪魚嘅位置。咁啊！但係見到警方就上咗天橋，驅逐人群啦。
警方今日都是多方的夹击。我哋等下前少少食得個路口啊！似乎都是一個多方面的溝通。咁啊，俾大家看看呢個美田路啊，喺其實現場有得翻記者，呢個就是美田路警方要推薦的位置。刚才的时候在铺的石头，那阻止这个车辆的前进。那另一边的警员都要来这边的方向就转位了。白爪鱼的位置，警方就将他们的防线的方向就转回头，就是这个的车公庙路，就小鱼的小鱼的小鱼仔推进。仲有小量嘅示威者啦，警方系向翻呢个美田路推进嘅，即系向翻呢一个嘅大围地铁站啊。
攝部，你唔使叫記者讓開㗎。記者係有權喺度拍攝㗎，新聞線啊。你唔好行咁快，慢慢行啦。記者係有權拍攝，有條出黑旗啦。香港係有新聞自由，記者係有權喺度拍攝㗎。佢有要自主權，決定行去邊度啊？我嚟請你近啲嘅石仔路嘅。
哋咧就去呢個車公廟路，去到呢個翠田街嘅交界啦。係啊，咁啊，嘅花房已經喺沙公廟度嘅沙公廟路嘅翠田街啊。车公庙啦，咁啊，警方啱啱咧就喺八爪鱼嗰度啊，由呢一个车公庙路一直推进嚟到车公庙。標誌啊！警方在前面突然間就跑了一段了，但未知他是否拘捕人了。喂，慢一點，有警員就想截住前面的的士，叫他不要走著，因為現在警方在執法的在這裡。
咁我哋而家跟随警方嘅脚步啊，就去到呢个新田围村附近。咁啊，应该就系车公庙站啊，有个港铁车公庙站啊，附近啊。咁隔篱就系长石村。警方就未知系咪有打算拘捕我哋眼前一名嘅男黑衣嘅男子。咁啊，嗰名嘅男子咧就俾警员啊截停咗啦，就应该。警方現在就要搜他身了，就說就 PBRB 在 Facebook 上就出了一個 post， 就說叫已經警告了叫市民就不要出去，不要出來這個位置了。那就說現在他戴著口罩在街究竟是他們的責任還是你的責任，就是說是警察的責任還是示威者的責任或者是市民的責任。那就說現在他戴著口罩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示威者，那就要搜他身了。警方現在就要登記他的資料啊。理性咧，咁就同佢解釋翻，就話而家其實警方就執緊法嘅，就希望佢拘留盡量就冇經過呢啲嘅位置啦。咁啊，但係就係啦。抄低佢呢個人資料之後，就放佢走啦。並且咧，啱啱咧就截停佢嘅啲警員咧，而家都要歸隊先啦。我們已經去到這個車公廟路的車公廟站了。現
警方都想翻行人路，而且又想著呢個橋底。咁啊，啲嘅速唔到的都要行咗上行人路。有几名警员截停了一名在路边的男子，那名男子是穿黑衫就戴着个口罩的。咁啊，啱啱就将佢搜起身啦，同埋就抄低咗啲个人资料之后就放咗佢走啦。咁啊，似乎佢哋而家就要准备就上警车。現場的一些防暴警察就已經上了警車了，還有一些便衣警員和速龍部隊就在現場的，現在大概的位置就是在車公廟站，港鐵車公廟站。如果連防暴警察都上了警車的話，現場的一些的情況就會平靜了，便衣都好像準備離開了。今天的直播呢，就今天在這個車公廟站去到這個八爪魚的這個直播呢就暫停，到就暫時停止了。今晚其他地方會有其他的突發的情況的時候呢，我就會再開這個直播。多謝大家支持，大家有空就可以課一課金。